俄罗斯大选投票继续，投票率超过40%，多地的票站发生蓄意破坏事件。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thing. Dialogue leads to understanding, and it leads to benefit for both of our nations. 澳大利亚总理在王毅访问前夕表示，稳定的澳中关系有助于两国的贸易往来。以军轰炸加沙难民营，造成数十人死亡。以军还称已摧毁哈马斯在汉尤尼斯的武器仓库。TikTok 呼吁部分美国用户致电国会参议员，要求他们投票反对 TikTok 剥离法案。美国波音飞机再出状况，一架客机在降落之后被发现外部面板丢失。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田彤，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俄罗斯大选投票16号继续在俄各地以及2022年并入俄罗斯的4个新地区以线上线下方式同步进行。根据俄中选会的在线计分牌显示，截至莫斯科时间16号的13:32，大选投票率已经超过40%。在莫斯科的票站，选民将选票投入票箱，或通过线上投票机投票。有选民表示，期望国家能够更加稳定繁荣，走上和平之路。自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卢茨基也到票站投票。他表示，希望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能在今年结束，他将为此不惜采取一切行动。而在俄方纳入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4个新地区，投票也已经持续近一周。有报道指有民众被迫投票，而投票2天以来，俄多地的票站都有发生蓄意破坏事件，包括将有色液体泼入票箱，甚至是纵火焚烧票站等。俄中选会指此类干预选举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年的监禁。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进入到第二天，投票的进展如何？马上连线正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现场的记者卢宇光。宇光你好。你好田彤。来给我们介绍目前看来哪些地区的投票是最为积极的。那么对于我们提到的部分地区发生多起干扰选举的事件，俄中选会又是如何去应对的？是的，我们现在就位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实时的大屏前。这个大屏呢一共192个画面，同时对俄罗斯联邦68个地区呢进行一个实时的换窗的这种态势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下午，也就是莫斯科时间3月16号的下午15:14，那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目前的投票率已经超过45.57%，这么一个投票率。可以看到呢，在第7届俄罗斯总统的选举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时的投票率超过了67%。昨天呢，俄罗斯中选会也是公布了莫斯科时间，3月15号20:00投票率的结果。最为积极的地区，是俄罗斯楚科奇共和国。它的投票率达到了63.66%，图瓦共和国是62.25%，克罗迈沃是61.62%。那么俄罗斯昨天投票率最低的地区，是皮尔姆地区，俄罗斯中部啊，16.66%，阿尔泰地区也不高，20.27%。俄罗斯新入联邦的一些地区，包括赫尔松地区是68.66%，扎波罗热地区为56%，卢甘斯克为36.02%，顿涅茨克是69.28%。特别是昨天呢，圣彼得堡地区它的投票率为30%，莫斯科地区为31%。可以看到呢，有专家们表示，特别是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投票率比较高的这个时间窗口之一。今天的估计投票率能够超过33%，那么加上昨天的这个投票率，总体来说今天能超过58%左右的这种最后的概率。那么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投票率估计还有33%左右的这种概率。田东。
好，谢谢余光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情况连线报道。而对于俄罗斯大选各地的投票站出现挑衅行为，普京回应表示，俄罗斯将以更加团结的态度应对挑衅行为。普京指出，自3月12日以来至今，以特种部队、外国雇佣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为主的敌对方多次企图进入俄罗斯领土，发生多起破坏性恐怖袭击。尽管对方出动大量兵力和装备，但均未获得成功。俄方的防空系统摧毁了对方大约95%的导弹和炮弹。普京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企图干扰俄罗斯总统选举。他还表示，这些行动毫无意义，而另一个目标则是转移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注意力。Еще одна возможная цель акций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сво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у которых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ытается униженно клянчить деньги и всякого рода подачки.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от реаль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дел на линии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普京呢在会议中还表示，俄罗斯呢将为所有在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呢提供援助和支持。同时呢，他也要求俄罗斯民众以更加团结的态度来应对这种挑衅行为。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尹丽、萨维、热尼亚在莫斯科的报道。而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谴责俄罗斯试图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举行总统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重申，根据国际法，非法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企图是无效的。联合国负责政治和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明确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举行大选不可接受。Any annexation of a state's territory by another state resulting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is a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举行选举是一次赤裸裸的宣传活动。To hold Russian elections in Ukraine's sovereign territory is proof of the tie between the Kremlin's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internal repression. 英国方面也强调，这场选举就是一场骗局，一场欺诈而已。在占领区的选举绝对不会得到承认。而俄罗斯代表就反驳称，在属于俄领土上进行投票，绝对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Все мы граждане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и,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ее краше и богаче.Я призываю всех моих сограждан, в остающиеся два дня, прийт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е участки и сделать свой свободный выбор. И пусть при мысли об этом перекашиваются в бессильной злобе лица наших недругов и завистников. 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и вместе мы победим. Благодарю за внимани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俄方表示，乌军攻击西部城市比尔哥罗德，导致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而萨马拉州两座炼油厂也是遭遇袭击。另外，俄罗斯逮捕了一名企图对于西伯利亚铁路发动恐怖袭击的乌克兰特工。芬兰外长强调，西方国家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派兵。俄罗斯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炮击比尔格罗德州多个地点，导致一个住宅区起火，有两车在遇袭后起火和失控发生相撞，还有一个停车处中弹，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乌克兰无人机又袭击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导致起火，车内五人受伤，医务人员正在对其实施救助。同样位于西南部的萨马拉州，州长通报称，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国营石油公司在州内的塞兹兰炼油厂，导致一个石油产品加工装置起火，火势蔓延500平方米。其后，多架无人机在试图袭击新伊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但被阻止。州长表示，两座炼油厂的工人都及时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6号表示，一名乌克兰特工企图对西伯利亚的铁路发动恐怖袭击。这名61岁的特工是在乌克兰利沃夫被乌情报机关招揽，并派往俄罗斯，企图于深夜在一个铁路枢纽发动袭击。他当场被捕，并且承认控罪。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联合部队集群总指挥部召开议会，听取了指挥官汇报特别军事行动区当前的形势。俄罗斯国防部消息称，最近一周，俄罗斯侦察打击系统的高效配合下，摧毁3套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防空系统和导弹方面出现严重缺乏，大大削弱其防御能力，预料在夏天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俄罗斯企图在未来几周内趁机发动更多攻势。不过，如果西方尽快提供援助，乌军将可能稳定前线，并准备击退俄军的进攻。美国媒体报道，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表示，如果俄乌战事持续恶化，西方国家不应该排除向乌克兰派兵。他说，虽然芬兰目前不愿意，也没有准备讨论派兵，但重要的是，在长远来看，不能排除一切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欢迎回来，来关注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安哥拉总统洛伦索16号下午在北京出席安哥拉中国商务论坛。论坛邀请数百名两国企业家到场，洛伦索详细介绍安哥拉投资环境，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安哥拉投资。安哥拉总统洛伦索在经贸论坛上表示，安哥拉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在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原则下，持续推动双边关系发展。2023年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他还特别阐述安哥拉从2018年启动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到安哥拉投资。改革呢，使得我们的国家呢能够走出经济滞行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滞行的状态已经延续了多年，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改革呢，平衡我们的公共账目，以及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改善我们的监管环境，包括有效的监管私营投资，以及打击这些垄断和腐败等等。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玉锡表示，中国和安哥拉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国与安哥拉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今年秋天将在北京举行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希望与非方一道推动互利共赢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是在开放中取得的，也必将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走向未来，将为包括安哥拉在内的广大非洲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方也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安哥拉投资兴业，打造更多的合作新的亮点。中国与西非国家安哥拉在1983年建交，主要从安哥拉进口原油，向安哥拉出口机电产品、钢铁、服装等。2022年，中国和安哥拉两国贸易额创下历史纪录，1851亿元人民币。但去年受到中国从安哥拉进口大幅下降13.5%，贸易额录得1623亿人民币。不过，安哥拉仍然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目的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应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访澳期间，将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稳定的澳中关系有助于澳大利亚对华出口贸易，而对话为两国带来利益。1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产地南澳向当地媒体表示，期待澳大利亚葡萄酒即将再次进入中国，并全面打开澳中贸易的往来。阿尔巴尼斯还表示，欢迎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持续展开。他并称，对话带来理解，这在澳中关系中非常重要。These are important.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thing. Dialogue leads to understanding, and it leads to benefit.For both of our nations. Australia will benefit from the economic activity that removal of these impediments will bring. But China will benefit by getting access to the wonderful Australian wine. 有评论认为，澳大利亚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 GDP 增长只有0.2%。要想拓展贸易，最为紧要的就是同中国的贸易往来部分。一个稳定的两国关系确实能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凤凰徐阳英，悉尼报道。以哈冲突持续，哈马斯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晚轰炸加沙地带中部难民营的一处民居，造成数十人死亡，同时还对于至少12处的民居发起袭击。以军则是摧毁了哈马斯在汉尤尼斯的武器仓库。而针对以军在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一事，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5号回应称，此举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另外，外电引述埃及官员指，以哈双方最快在当地时间17号下午在卡塔尔重启谈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以军空袭后的现场，房屋残骸遍地，碎片堆积如山，救援人员在废墟中艰难搜寻幸存者。而在中部的戴尔巴拉赫，大量被白布包裹的遗体被抬上卡车，人们就在遇难者身前哀悼。哈马斯媒体办公室16号称，以军在15号晚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处民居，造成数十人死亡，死者中超过2/3是妇女和儿童。声明还表示，以军当晚对加沙地带至少12处民居发起袭击。与此同时，以军发布最新战报称，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出动战斗机摧毁了哈马斯的武器仓库。在加沙中部，以军发现并消灭了3个作战小组。在中部的努塞赖特，对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展开空袭。以军称，在过去一天共打死约15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而在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批准了以军进入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作战的计划。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回应表示，以军此举将带来灾难性后果。I think the consequences of a ground operation in Rafah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people of Gaza, for the Palestinians. It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We very much hope that all of this can be avoided. 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平民在拉法避难，巴勒斯坦当局据报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另外，以色列战时内阁此前还拒绝了哈马斯关于交换被扣人员的提议。不过，乙方仍计划派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展开停火谈判。另一边，在加拿大多伦多，大批示威者15号聚集在总理特鲁多的一场筹款活动外，高举"种族灭绝不是自卫"等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抗议加拿大当局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呼吁立即停火。有示威者表示，当局持续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特鲁多政府是正在加沙地带拉法所进行的种族灭绝的同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在也门首都纳萨和其他城市，穆斯林斋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数千名也门民众上街示威，声援巴勒斯坦，并支持也门军方加强海上行动，继续针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在星期五的集体礼拜后，萨那和其他城市有大批也门人参加游行，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他们赞扬也门军方加强海上行动，针对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在示威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宣布用导弹瞄准驶经红海的以色列太平洋一号舰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以多架无人机袭击一艘驶经红海的美国驱逐舰。People here express their inability to remain passive while witnessing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Palestine suffer from killings and starva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Israeli regime. They argue that following the recent escalation by the Yemeni army, the U.S. must cease its intervention in regional waterways.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15号将部分的美国用户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致电参议员，要求参议员们投票反对 TikTok 剥离法案。而另外，美国政治家网站报道，有民主党内部人士发出警告，封禁 TikTok 可能会对于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产生严重的后果。路透社报道 ，TikTok 15号在部分美国用户的通知栏弹出一则通知，呼吁用户致电国会参议员，告诉他们 TikTok 对用户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对 TikTok 剥离法案投反对票，否则的话，一个深受喜爱、可以让用户挥洒创意的社群可能就此被封禁。这则通知还提供了一个设置，用户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就可以获取所在地参议员的电话号码。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网站14号报道说，一些民主党人担心封杀 TikTok 不仅会降低年轻选民的投票率，还会切断拜登阵营与他们沟通的一个关键渠道。
美联社报道说，大量内容创作者对国会推出的 TikTok 剥离法案感到愤怒，因为禁令可能伤害无数依赖 TikTok 获得收入的个人和企业。One thing that lawmakers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 app is that there's one side for the influencers, but again, there's another side on the businesses, and that we are really helping locals and drive so much foot traffic into these local businesses that they wouldn't have gotten without TikTok.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快速通过剥离 TikTok 法案 ，TikTok 会如何应对？这一款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应用会被禁止吗？来看记者的美国观察。TikTok 法案距离生效还有两步，一是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二是美国总统拜登签字。白宫的立场已经相当明确，就是只要国会通过法案，拜登就会签字生效。白宫还积极为美国国会提供技术、情报等支持，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并不急于承诺展开投票程序。他表示，参议院还需要对众议院版本的法案进行评估。TikTok CEO 周受资在12号已经抵达华盛顿，希望能够说服参议员阻止这项法案。如果 TikTok 在参议院的大型游说工作宣告失败，那么按照法案要求，字节跳动需要在180天内剥离 TikTok。但不少专家以及美国国会议员都指出，180天内出售 TikTok 不现实。华盛顿智库民主和技术中心专家卢恩认为，即使有人买得起 TikTok， 这笔交易还必须经得起美国的反垄断审查，这将会超过180天的时间。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字节跳动并不会出售 TikTok， 这项交易在中国会面临监管障碍。那么如果 TikTok 被强行下架，但这并不代表现有的1.7亿美国用户无法继续使用已经下载的 TikTok。 专家还表示， TikTok 禁令无法完全禁止这项应用， TikTok 用户会寻找解决方法来规避限制，甚至可能会创造出全新一代黑客。其实与其他的美国社交媒体相比， TikTok 并没有比其他的软件收集更多的用户信息。要真正确保美国人的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方式，应该是通过数据隐私法。但是美国国会多年来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正如白宫所说，针对 TikTok 的法案并不是针对这款应用的本身，而是关乎所有权的问题。而从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一再试图禁止 TikTok 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以上就是记者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而加拿大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商鹏飞15号强调，加拿大民众不需要担心使用 TikTok， 而加拿大政府针对 TikTok 的安全审查产生的影响，也将是针对 TikTok 公司，不是用户。商鹏飞回应加拿大政府在去年9月下令，针对 TikTok 计划在加拿大扩大业务，展开国家安全审查。目前审查还在进行中，由于加拿大保密法的规定，不能公布细节。商鹏飞强调，加拿大的审查与美国的法案无关，审查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将是针对公司而不是用户。加拿大民众现阶段无需担心使用 TikTok。目前在加拿大注册的 TikTok 用户大约有1200万，其中越活跃用户320万，70%都是40岁以下人士，其中女性是多于男性。而在加拿大民众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排行榜当中， TikTok 是排在第四位。美国众议院13号通过针对 TikTok 的法案后，也在加拿大引起广泛讨论。有加拿大用户就表示，对加拿大创作者来说，美国市场至关重要，一旦美国实施禁令，将严重影响加拿大的企业和个人。我希望呢，加拿大政府尽量不要去跟风美国，能希望加拿大政府呢考虑到我们用户的利益，那么能做出一个有利于所有用户的一个明智的一个决定。凤凰卫视组合型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5号携女儿指导朝鲜人民军空降部队训练，并出席江东综合温室竣工投产仪式。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月赠予金正恩的俄产专用轿车也是首次亮相。
金正恩当天携爱女听取朝鲜人民军空降部队训练计划报告后，对训练作出指导。金正恩赞赏全体战斗员加大实战训练力度，可见军队在军事技术和体力等各方面保持战斗动员态势，他对此感到非常满意。金正恩强调，人民军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做好战争准备。他要求全军官兵进一步加强训练热潮，加快完成战争准备。金正恩其后携爱女出席江东综合温室竣工投产仪式，并为仪式剪彩。他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抓紧推进大规模现代化温室建设，把蔬菜生产转换为创造型产业。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金正恩车队驶向温室竣工投产仪式途中的画面，其中一辆符合普京日前赠送俄产专用轿车的造型细节，相信是金正恩乘坐的车辆。金正恩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证实，金正恩在当天的公开活动中首次使用普京赠送的俄产专用轿车，他称赞轿车特殊功能完美，完全值得信赖，又指金正恩使用普京献礼的轿车，充分证明了朝俄友谊得到全面加强和发展，他就此再次向普京致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接壤阿富汗西北部地区北瓦季里斯坦，多名袭击者12号驾驶装满着炸药的卡车撞向一个庞大的军事哨所，至少5名士兵被炸死，另有2名士兵在随后的枪战当中丧生。军方表示，士兵击毙了6名袭击者，当中多人身穿自杀式炸弹背心。一个新成立的激进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都谴责此次袭击。加勒比国家海地的局势呢仍然持续动荡，15号多处出现零星冲突。首都太子港街道随处有被焚烧的车胎及路障阻路，民众对当地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海地媒体报道，警方15号在德尔玛地区与盘踞当地的黑帮发生对峙，燃烧的轮胎堵塞德尔玛附近的街道。富裕的郊区佩迪温维尔内的商店也停止营业，机场日前曾爆发枪战，有警员受伤。总理亨利11号宣布辞职后，首都太子港的局势最初稍微平静，但暴力近日又死灰复燃。有海地人表示，他们仍处于政治困境之中，呼吁政界尽快成立过渡委员会。全副武装的帮派已经占领太子港大部分地区，有人权组织报告称，杀戮、绑架和性暴力等现象普遍存在。据联合国估计，超过36万海地人因骚乱变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欢迎回来。福建海警15号和16号一连2天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此次执法巡查加大了力量投入，扩大了巡查范围，通过搜索救援、识别查证、警戒护渔、喊话警告等措施，维护海区作业安全。我是中国海警，请通报你船出发港、目的港和来此海域的目的。巡查期间，福建海警采取灵活多样的航行方式，突出重点区域，强化了海域作业秩序监管，确保执法巡查全覆盖，构筑了守护包括台湾在内中国渔民海上作业的安全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开展数天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检验编队立体攻防及协同配合能力。护卫舰支队发现目标，迅速发射多枚干扰弹，同步进行战术机动。目标被精确锁定之后，编队各副炮系统进行协同抗击。声呐部位监听到不明水下噪声，而编队迅速调整航向，发射数枚火箭深弹进行打击。此次海上训练围绕重点科目进行专攻精练，官兵全程攻防练。持续应对多种的敌情特情，有效检验编队各舰协同打击及各级指挥员临机处置能力，同时加速提升体系作战能力。香港立法会秘书处16号表示，内务委员会已接获由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交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修正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
为尽早为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做好准备，早前已同意把条例草案提交修正案的限期定在16号中午。在限期届满前，只接获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交的修正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批准。如果相关条例草案获二读，保安局局长可就条例草案动议修正案。而香港多位政界以及法律界的人士近日陆续发声，表示支持尽早恢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和三读程序，和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正在有序进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立法过程高效流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本身宽严适度，也沿用普通法制度下的法律草拟方式和习惯，罪行条文也列明需要证明的犯罪意图，以及适用的例外情况或免责辩护等。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会长梁美芬表示，留意到特区政府广泛研究及吸纳了2月份在咨询期的各项意见。他指，基本法第23条显示中央信任香港的限制性法律条文，也是香港显示作为普通法系的特色与优点的一个机会。特区政府的草案文本在经过多项修正案后，是高水平、符合国际标准、充分保障一国两制和人权法治的好法律。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是香港履行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民族和历史使命、宪制和法律的责任。香港中律协也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香港尽快通过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更有助香港建设成国际法律服务中心。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副主席林建峰表示，香港社会已形成必须尽快填补国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强大共识，投资者也认同香港有需要做好国家安全风险管理。在法案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过程当中，特区政府从善如流地接纳了委员意见，做出多处修订和澄清，有助释除商界及公众人士的疑虑。而草案所提及的罪行，惩处对象是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保障的是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多位香港商界人士发声指，坚决支持尽早恢复二读辩论及三读程序，以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程序。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已举行会议，接纳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请求，支持尽早恢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二读辩论。香港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发声指，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提交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认为有关草案内容清晰明确。他表示支持尽早恢复二读辩论及三读程序，期盼草案能尽快获通过并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有利于巩固香港安全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让投资者更有信心。香港总商会主席阮苏少梅表示，香港总商会支持尽早完成第23条立法，为香港建立法律屏障，有利于巩固营商环境，强调特区政府有宪法责任保障香港安全，而维护国家安全对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指新法律将为香港带来更为稳定、可靠和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国际投资，让企业可以安心拓展业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贝君奇则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早一日实施，就可为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打下牢固根基，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更好发挥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加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保障投资者利益，让社会各界可以集中力量共谋经济发展。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强调，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尽快完成立法，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屏障，为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坚实根基，让工商界能够专注拼经济，携手与社会各界谋发展。他相信，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相互配合，能有效针对各类国家安全风险，堵塞国安漏洞，有助推动香港继续成为海内外投资者开拓内地及亚太区市场的首选落户点。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新加坡资深政治人物、前外长杨荣文表示，23条立法对于香港有利，并是早就该做的事。It's fundamental. Yeah.It's fundamental. I mean,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Sun Tzu, Bing Fa, you cannot govern without understanding
war and security. It's fundamental to a state. So Hong Kong cannot not worry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That's why it's a requirement in the basic law.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should have been done after 1997. It was not done. But once it's done, Hong Kong will move on. So they have their own agenda. And I can understand why they rather not have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n they can do things here which,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y cannot do. But is it good for Hong Kong people? Maybe for some Hong Kong people, but not for the great majority of Hong Kong people. 香港特区政府16号发表声明，对于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不满和谴责，指一篇有关2019年黑豹示威者被判囚的报道是以虚假指控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全然无视香港国安法条文，以虚假指控诋毁国安法，削弱香港的自治权，特区政府有必要指正。发言人又批评虚假指控报道企图转移焦点，令人误以为立法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检控示威者，令人对于国安法产生负面印象。当局强调会继续对于任何虚假指控和抹黑做出反驳，以免市民被误导。我们来关注，根据江苏省淮安市有关部门的消息，16号下午4点23分，淮安区祥宇小区西门老表烧烤店发生爆炸，两人受伤，其中一人轻微伤，伤者第一时间已经送往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赴现场，现场处置正在进行。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波音飞机再出状况。15号，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被发现外部面板丢失。而在此事件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将召集专家委员会审查波音公司对787客机运营商发布的检查指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5号表示，旗下一架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降落俄勒冈梅德福德机场后，停靠在登机口时，被发现外部面板丢失。航空公司指将会对这架飞机进行彻底的检查，了解损坏发生的原因。在完成所有所需维修前，飞机将不投入运营。美联航称，这架波音737-800型客机上载有139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目前没有迹象表明飞机在飞行途中受损。另外，此前由于拉塔姆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87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剧烈颠簸事件，造成超过50人受伤，波音公司通知所有运营商在进行787客机的维护时，检查驾驶舱座椅开关。波音称采取此项预警措施，提醒飞行787飞机的客户调阅其2017年发布的所谓服务公告，其中包括检查和维护驾驶舱座椅开关的相关说明。同时，波音公司还发布了一份指导如何进行检查的指南。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表示，波音公司的指南是为了回应拉塔姆航空的波音787事件才发布的。航空管理局已经在召集专家小组就事件以及波音公司的说明进行调查。白宫方面也对近期波音飞机频繁出现事故表示支持航空管理局采取调查监管行动。今年以来，波音飞机已经多次出现安全问题，波音公司已经正在受到严格的监管审查。波音公司表示将需要一年的时间修复其所有波音737 MAX 飞机的发动机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另一方面，曾经揭露波音787客机存在安全问题并被称为波音吹哨人的波音前员工约翰尼巴特巴尼特本月在自己车中离奇死亡。美国当地的法医办公室称其死于开枪自杀。但是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5号报道，巴尼特的密友透露，巴尼特生前曾经表示，如果自己出事就肯定不是自杀。Wasn't concerned about safety because I asked him. I said, "Aren't you scared?" And he said, and his voice and the way he would talk, "No, I ain't scared." He said, "But if anything happens to me, it's not suicide."
据美国广播公司15号公布的采访语音，一位自称巴尼特好友的女子詹妮弗表示，巴尼特由于爆料波音公司飞机的安全问题，正遭报复。巴尼特还向詹妮弗直言，称自己若出事，一定不是自杀。詹妮弗坚称，巴尼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会轻生。巴尼特为波音工作32年，曾在生产波音787型客机的南卡州北查尔斯顿工厂出任质控经理。退休后，他多次向媒体爆料波音生产安全问题。据美国30英里区域网站报道，就在巴尼特出事一个月前，他接受采访，继续提供波音安全问题的证据。巴尼特指责波音公司在飞机上安装不合标准的部件，他还指出，高达1/4的呼吸面罩在紧急情况下不起作用。巴尼特原定3月9号接受波音方面律师进一步交叉盘问，当天却没有出现，之后在停车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波音公司自诩是全球领先的航空公司，但是仅在过去3个月已经发生多起安全事故，而波音吹哨人死亡事件继续发酵，引发外界的关注。波音飞机的安全事故频发，谁在拿乘客的生命赌博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来做点评和分析。王先生您好，波音飞机事故频发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吗？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在哪里？您的解决？我认为波音公司最近接连出现产品的安全和质量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甚至我认为都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为近些年来波音公司安全和质量文化的衰微。实际上在波音公司的成长史中，特别是在成长期中，波音公司是高度关注安全和质量文化，但是到了波音公司占据了市场绝对的主导地位之后呢，这种文化却逐渐的让位于利益文化。事实上，安全文化和利益文化本身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因素，但是近些年来却在波音公司的高层眼中呢，被视为了一对矛盾体。为了产品的研发进度，波音公司对于很多技术问题，包括隐患点，没有能够彻底的排查和纠正，在是非中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暴露，甚至没有能够向市场及早的通报。为了保证产品的交付，在供应链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松动，甚至在生产现场，一些具有缺陷的零件也可以被容忍安装上飞机。这就导致波音公司的产品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隐患，这些隐患都可以归结为这种文化的缺失。如果说要解决，那么解决的难度虽然很大，但实际上它的核心做法无非就是一句话，就是波音公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来路，重新找回当年的自己，重新把安全和质量文化摆在比利益更重要的位置上。要知道，在几十年前，波音公司曾经是商用飞机很多安全设计理念和新技术的主导者和开创者。但是今天，波音公司的问题仍然出在这些环节上。波音公司需要找回当年的自己，重新的树立安全和质量的牢牢的文化信心。好的，感谢王亚南先生的分析。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202416号在香港开幕。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目前已有超过4万名高才通获批人士来到香港，希望此次招聘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就业机会，也助力香港打造人才高地。创新香港国际人才嘉年华202416号起一连2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等出席开幕仪式。本届国际人才嘉年华共有超过200家企业进驻，参展行业覆盖金融、互联网、创科、传媒等各领域，预计求职人数过万人。我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的，然后读的是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怎么今年毕业从新西兰那边来香港呢？因为刚好有高才签这个机会，所以就来寻找一下工作机会。现在比较感兴趣的就是类似于凤凰卫视啊这种，因为跟我的专业偏文科嘛，就可能会有关系。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汉介绍，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名高才通获批人士来到香港。孙运汉表示，本次国际人才嘉年华规模比上次扩大一倍。今次嘅嘉年华咧，唔系净系针对香港嘅，亦都系针对好多系海外公众啦，有啲系内地公众，大家都见到咧，浙江省带咗好大嘅代表团嚟到香港。我哋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为咧人才高地。凤凰卫视每年也都会参加国际人才嘉年华，预计今年收到的应聘简历将超过400份，其中包含大量持有高才通的应聘者。另外，公司并特别设有丹凤朝阳新生培训计划，吸引新生代力量的加入。我哋公司有一个咧丹凤朝阳嘅新闻培训生计划嘅，咁就系俾一啲应届嘅毕业生咧嚟申请嘅。咁其实我哋一路以嚟咧都有大约培训咗啦100多个嘅培训生啦，咁当中咧其实有差唔多100个咧都会继续喺我哋公司度继续做落去嘅。咁希望更加多嘅应届毕业生有兴趣嘅，就投递 CV 嚟申请呢一个嘅新闻培训生啦。凤凰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由国家自主设计和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二号将于下个月访港5天。雪龙二号访港执委会主席何建宗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国家已经在南极科考40次，先后在罗斯海建立5个科考站。得知雪龙二号将完成重大科研建设，因此争取雪龙二号回国途中访问香港。船上的90多名世界顶尖科学家也将一同来港。感谢搭乘2024年3月16日的时事直通车，我是田彤，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